我们总在想，怎样才能给挚爱的人一些特别的东西？为什么不能是一段特别的旅程呢？京华有约，爱在漫长。在这里，让快乐一辈子的父母慢下来，让又快乐一年的自己慢下来，让陪伴孩子的这段时光慢下来，让心慢下来。漫游花海，细看细嗅，和孩子共同探寻一朵花里的世界。慢品美食，给父母一段暖心的陪伴。慢走老街，为最爱的他挑选一份从时间深处走来的礼物。慢起绿道，靠近彼此的内心，拥抱每一天的快乐。慢气民宿，享受音乐和书香，品味艺术与建筑的融合之美。慢饮清茶，为自己找回初心，看清明天的去向。爱家人，就给他们最好的。这个春天，高淳不见不散，花在淳曼城，何须出金陵。第十三届中国高淳国际曼城京花旅游节。